扫得干干净净，所以你家堆满了瓶瓶罐罐的清洁用品吗？今天郭姿君老师要教大家如何自制万用清洁粉，任何脏污一瓶就搞定。那现在我们要来制作这个肉桂万用清洁粉，小苏打粉，用漏斗把它装进去，再把这个肉桂粉把它倒进去，15公克的这个肉桂粉把它倒进去。柑橘精油我们是使用10滴，那我们再用这个肉桂精油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制作完毕，把盖子盖起来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到这个马桶或是水槽来操作，直接用这个菜瓜布稍微把它清洗一下，用这个毛巾呢或是抹布呢把它擦干净，那刚才的那些黄黄的黑黑的渍呢就会不见了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因为肉桂含有肉桂醛，有抑菌消毒的功效，特别是对大肠杆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抑制的作用。另外里面含有羟酸类含香化合物，带着香气，所以人打扫起来也特别愉快。